我是自在未曾有，若人欲了此三世一切佛因果法界心，一切唯心造持受本然尽心地无尽佛藏道，此尊南方世界永相云，相与化与即化与报与报与无数中为相为锐变庄严天人闻法是何因，佛言地藏菩萨之三世如来同赞叹十方菩萨共皈依我今所知善因缘真阳地藏真功德，此因即善事救众生，手中精行正开地狱之门，掌上明珠光射大千世界，智慧引力吉祥云中为阎浮提，苦众生作大证明功德主，大悲大愿大圣大慈本尊地藏菩萨摩诃萨，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地藏菩萨本愿尽全上道理全通，神通遍地一如是我闻，以是佛在道立天为母说法，而是十方无量世界不可说不可说，一切诸佛及大菩萨摩诃萨皆来齐会赞叹释迦牟尼佛能与我作恶世间不可思议大智慧，神通智力调伏刚强众生之苦，要发各千世者闻讯世尊世世如来含笑放百千万亿大光明云，所谓大圆满光明云，大慈悲光明云，大智慧光明云，大般若光明云，大三昧光明云，大吉祥光明云，大福德光明云，大功德光明云，大皈依光明云，大赞叹光明云，方若是等不可说光明云，已有诸种种微妙之音，所谓叹波罗蜜是波罗蜜，赞地波罗蜜，毗梨耶波罗蜜，赞波罗蜜，般若波罗蜜，慈悲音，喜舍音，解脱音，无漏音，智慧音，大智慧音，狮子吼音，大狮子吼音，云雷音，大云雷音，出入是等不可说不可说，因彼娑婆世界及他方国土有无量亿天龙鬼神，以及到道立天宫，所谓四天王天、道立天、虚焰摩天、斗率陀天、华乐天、大化自在天、梵众天、梵福天、大梵天、少光天、无量光天、光阴天、少金天、无量金天、遍金天、福生天、
天父爱天光过天无相天无凡天无热天善现天善现天色究竟天摩西受罗天乃至飞翔飞飞翔出天一切天中龙中归神灯中西来即回复有他方国度即所破世界海神江神河神树神山神地神川泽神庙家神周神夜神空神天神阴时神草木神如是等神皆来即回复有他方国度即所破世界诸大鬼王所谓耳目鬼王胆血鬼王胆经济鬼王胆胎卵鬼王心病鬼王舌毒鬼王慈心鬼王福利鬼王大爱金鬼王如是等鬼王皆来即回而是释迦牟尼佛告文殊师利法王之菩萨摩诃萨如观世一切诸佛菩萨及天龙鬼神此世界他世界此国土他国土如是今来即回到他利天者如是说佛文殊师利拜佛云世尊若以我身离千劫色度不能得知佛告文殊师利不以佛眼观故有不尽数此皆是地藏菩萨求愿皆来以度当度为度以成就当成就为成就文殊师利拜佛眼世尊我以过去就修善根证无碍之闻佛所言即当心所效果声闻天龙八部及未来世诸众生等随闻如来真实之语彼怀疑惑舍是定舍为面心般为愿世尊光说地藏菩萨摩诃萨因地作何恨离何缘而能成就不思议是佛告文殊师利譬如三千大千世界所有沙漠丛林到马祖为山是为城以我一说作一合合一恒合沙一沙一切一切之内一成一切一切之内所及成数经中未解地藏菩萨真实地国为以来千倍多于上于何况地藏菩萨在声闻彼之佛地文殊师利此菩萨为生是愿不可思议若未来世有善男子善女人闻是菩萨名字或赞叹或赞礼或称名或供养乃至才华可露所起心想使人当得快翻身于三世三天永不堕而道闻说是第十地藏菩萨摩诃萨于过去久远不可说不可说皆现身为大长者子时时有佛号曰世子分寻具足万恒如来是长者子见佛相好见佛庄严因闻彼佛作何恨愿而得此相是世子分寻具足万恒如来高长者子于真此身当须求愿度脱一切受苦众生文殊师利是长者子因发愿言我精进未来即不可计劫为是罪苦六道众生光舍方便精灵解脱而我自身方成
成佛道，一时与彼佛前，离世大愿与近百千万亿大有大不可说界，上为菩萨有余过去不可思议阿僧祇劫，世世有佛号曰觉华顶，自在王如来彼佛寿命四百千万亿阿僧祇劫，想法之中有一婆罗门女，诸佛身头中所亲近心，诸作瓦诸天为护，寂寞心邪常心，三宝十世圣女，广设方便，全有其魔灵身真戒乐，此女母为全身心，不救命中魂身，躲在无间地狱，是婆罗门女，自摸在世，不幸因果即当随业必生恶趣，虽买家宅广求香华，及诸工具以现佛塔寺大行供养坚决华顶，自在王如来其形象在一世中，塑化为容端严必备，是婆罗门女站立尊荣，悲身敬仰四字念言，佛名大觉具一切智，若在世时我摩斯欧当来问佛，彼之处所是婆罗门女，垂泣良久，瞻念如来，忽闻空中神曰：其者神女，我之悲哀，我今世如魔之去处，婆罗门女而长相空而白口曰：是何神得观我有离，我自是魔以来，昼夜一念无处可闻，至目生皆是空中有神，在宝女夜我是如所站立着，过去觉华顶，自在王如来坚若一母，悲于常尽众生之分，故来告示婆罗门女，闻此声语，俱身自不知，皆皆孙左右扶持，两袖方束而白空曰：愿佛慈悯，诉说我魔身劫，我今生心将死不求，是觉华顶，自在王如来告圣女夜露供养彼，当造反舍断作思维，我之名号即当自母所生居住，是婆罗门女，寻离佛以其归其舍，以离木骨断作念觉华顶，自在王如来今一日一夜忽见自身，到一海边起水涌飞，多住而受尽佛贴身，飞走海上东西，是诸见诸男子女人百千万数，出没海中被诸而受真趣，是但有见夜叉其心各疑惑，多手多眼多足多头，口牙外出离人，若见去诸罪人，是今而受佛子破却，头足相救，其心万类不堪，就是是婆罗门女，一念佛离国自然无惧，有一鬼王名曰无度，即受来应百神女，也善哉菩萨，何缘来此，是婆罗门女问鬼王曰：此时何处，无度大业，此时大铁为山西面第一种二神女问曰：我闻铁为之内，地狱在中，世事是否无多大业，是有地狱神女问曰：我今云何得到欲所无多大业，若非为神即须业力，非此二世中不能到。神女又问：此水何缘而乃用非，多住
罪人既已而受无度大约，此时阎浮提早而众生心思之者，今世十九日后无人即是为作功德，就把苦难生死有无善意，当具本业所感地狱自然现独自海海，同时万有寻悠悠一海，其国悲思。